庄威尔先生，一秒给你拍下去。五月十三见。来了，加油吧！开始吧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角色请显灵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角色请显灵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角色请显灵。谁 ？Oh my god！ 最后一把。猫咪死甲，庄威尔先生，一秒给你拍下去，老子他妈去尿尿，来，树猫猫咪树猫我也甘愿拼，救急，老子不会玩。应该还是得兵，是吧？训完了啊。希望这一盒可以赢，这我应该蛮有机会赢的吧？它是一个元素呢，平手或赢吧？赢，拜托，撞主编，然后赢，赢好，我是猫咪，我们需要赢的。开狗狗两个一二，狗狗一二，狗狗一二。如果这一回合啊，这一回合如果能赢或是平手，我们六块钱开，如果六块钱结束的话，我们能开伙伴，这把我觉得有戏，就蛮有戏，真的蛮有戏，因为我十甲。鬼撞左边，鬼撞，鬼撞，鬼撞，可以可以，平手可接受，这样七十八发，下回蛮大机会可以开伙伴。我有些新的，能让你雇佣我。
哦。这把游戏。用我到 A 卡一这样游戏，下一回我开伙伴 ，nice， 上厕所。阿姐加油！阿姐加油！来看看，你能不能一直保持健身？鬼皮。嗯，难道小赢？提起精神，重新振作。小猫咪乖乖，nice。他这边不可能赢我，因为我们多一只武士，这边我们一定赢他。小心一点。哦，跟我一样的队子。我这边等一下可能可以偷炫瓦拉，我偷到炫瓦拉的狗的话，就如果他输的话，他蛮有机会再输的。皮卡丘一出，偷牌。这边已经应该要出秒杀大局，但还是得胜。马甲呀，稳战斗力。他升了，升了，应该不用跑。等一下下一回看打谁哦。如果是打那种发育角的话，我们这边没有扣太多是可以考虑的。我们这边已经输了，因为这家这回很强，撞掉这两只就赚了。哎，这样好像没扣，哎，八滴吧，应该就输一个那个。左边，拜托。没有办法，秒杀就这两回，太强。炫瓦拉有过吗？
这一回合打葛夫哦，打葛夫不要贪了，咱们积极还是？不要贪，不要贪，不用动，这边先稳就好。多刷多错，动了就输了。主要是我不知道我动了要抓什么。来看，多动多错，这边大几率是输他，不过不要输太多就好了。还行，不会输很多。少扣血就好，猫咪继续等，继续等。我有些新的手下，能让你备用吗？来雇佣一名手下吧。不要急，这边也不用急，这边就算了、啊，再怎么不幸被轰15滴也没事哦。我们一定要等，猫咪不能那么急的动。如果这边能赢的话是最好，但应该不可能，他两碰。左边，啊，差一点。这种老死人来了。你回来了，哎，最近过得还好吗？小猫咪乖乖。
果送他走的话，游戏就结束了。对，他蛮有可能会死的。这样好了。哎，死了吗？没死，小小上一场。每合我们都做最强，不要给他们机会。好可惜，没剧毒。这个去这家去打死。你要打这一家，记得要有那个食尸鬼。这应该很难打的一秒吧？提高劣势，三十七吧。应该有人死了，这家应该要死。李诺死了，金卡雷吗？拿来。你还真行啊！这个世界危在旦夕。这样好像不会死，
孙子。你们每一家都这么鬼啊？干，不过这一家如果死了，他那个聚合体如果转移到我手上，游戏就结束了。不过还行，等一下应该要打鬼符，喷火龙准备好对付他。接下来是机器，这个抓起来。恭喜晋级，你是战场界的 MJ。这边假牙可以，这个狗先走，先练三轮。但预测这把吃了。这是魔王的魔咒。你选择这个的用意。变数，靠腰嘞！一流几趴怎么又平手了啊？啊，那我打尸体总可以了吧？这边总有人死了吧？阿杰可以拍扶手大喊一声吃了。这些人不要这么离谱，老是这样一直搞，一直搞。一直开这些鬼团，你的表现相当不错。OK， 100处理起来。还好我前面这把打很稳，不然我真的是被你们这些人真的搞死。三趴让你跑走，十趴你也没事，那100%总没事，总出师了吧？
还要跑啊？跑去哪？带走。哎，18加9，没走，重伤，前三，打底卡吗？卡雷对打，卡雷对打比的是什么？比谁是那个顶尖牌手？他伙伴出来了，我想一下，我这边要怎么赢他？我们势必得找红袍，他有剧毒，所以要做一个高阶挡拆啊。这东西没有，这是个正确的战术。我不知道我体质有没有比他大，还是试试看。我的盾为阿鲁斯而举。我感觉我体质不一定输他了。埋葬师，你识破我？是我的话，我也会选他。来雇佣一名手下吧。你犯到了，现在你遥遥领先。OK。你是无敌的王者，你是我大哥，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惹错人了，你是我大哥，你是我大哥。不好意思，惹错了，小的错了，小的错了，大哥，你是大哥。没关系，5月13见。Bye.